好，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决赛的下一个作品是再见老张。马上总决赛了，再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文一，我是刘同，我是左凌峰，我们是毛毛毛。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们在喜剧大赛的旅程会是什么？这次旅程像做梦一样。第一次来是面试，记得很清楚，3月8号，现在是整整的8个月零13天。大家好，我叫刘同，我的职业是名演员。我叫左凌峰，然后是什么？其实我们对于我们适不适合喜剧大赛这个舞台，我们自己心里边是打鼓怀疑的。一开始就真的是试一试的态度，我们没有想到刘往上走到什么样的地步，没有人知道。我们三个人相互鼓励，走到了现在。你可能还想参赛，根本就没办法拍。咱们被淘汰了还笑得出来？你在笑。你在笑，你在笑笑笑笑笑，头我正连一个包都没有。不要勉强自己，就做个不知名的某某某。做出来的东西有人喜欢，有人看，我觉得这就是某某某能走到这里的原因。现在已经凌晨4:10了，现在是凌晨4:59，现在是凌晨6:00。我眼睛肿了。哎，我想火了，让我一起加个油吧。今天是总决赛倒计时9天，我们刚刚结束了创台，现在是凌晨1点多。今天应该是在米味的最后一天，但是我还会回来的。明年吗？嗯，别说话。走啦，终于，我还希望能回到这个地方，实在不行，我组个临时乐队报名一下月下，以海选的借口再来。整个这一趟旅程，就真的像做梦。我跟我两个在北京最好的朋友，然后突然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认识了一堆其他的特别美好的人，然后做了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爱你。今年来参加喜剧大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意味着这个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决定，才能遇到第二季的大家。我很喜欢第二季的大家。加一。收获了在我平凡生活中无比难忘的一年和一个无比难忘的完美夏天。哇哦，哎，这到了总决赛，这京剧的能力开始往外蹦。你人胡光果然是在最后一期才完整啊。我想像一喜一样，兄弟姐妹们，大家一起在台上乐乐呵呵的收一个尾，所以就邀请了某年某月某晚，旭东、二喜、汤姆克鲁斯、闫佩伦、李豆豆、库腾来加入我们的这个作品。大家一起玩嘛，乐乐呵呵的。我们心里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创牌了，也是我们在喜剧大赛留下的最后一个作品，像是我们演了一轮话剧的那个最后一场。我希望我们能圆满的为我们这趟旅程画上了一个句号。你在这个舞台上好好跟大家说再见吧。加油加油加油。好，来，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决赛下一个作品是再见老张。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光临管乐张唯一的婚礼。我宣布，我们的婚礼彩排已经正式 delay 2个小时。音乐给我停一下。咋没有人在乎吗？这人都哪去了？司仪呼叫，呼叫伴郎伴娘，呼叫伴郎伴娘。伴郎收到。伴娘收到。是这样啊。明天呢咱们就是婚礼了啊，今天彩排咱们非常重要啊，你们作为伴郎伴娘，你们是伴郎伴娘。你们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啊，这样咱们催一催亲朋好友。
好吧。行。宝宝，今天你穿这身真好看。男人。不是。哎，伴郎啊，你知道新郎在哪儿吗？不知道、啊。你肯定不知道啊，你心都没在这儿，抓紧找啊！哎，找，是找是找是。还有那个音效老师啊，我们这是个中式婚礼，放什么西方音乐呢？啊，都干行活儿。哎，瞅我是不是？来瞅我来，哎，瞅我来来来来。唯一啊，你，唯一，好兄弟。咱明天就要成家了，今天出家不太好吧？别说话，我在许愿呀、啊。许什么愿、啊？哎，我就是想我爸了。我爸生前最想看到我结婚了。他今天要是在这儿就好了。兄弟，你放心，老爷子在天之灵一定能看见。你在这歇会儿啊，我去看看豆豆。嗯。林峰。你是谁呀、啊？我是天使。天使？这么说，我许愿成功了？谢谢！别谢了，你过来扶我一下来。来，天使哥，哎，我感受到了你的虔诚，特来完成你的愿望。你的愿望是见到自己已故的父亲，没错吧？对，可以吗？当然。跟我来。去哪儿啊？去死。等一下。你是魔鬼吧？不是啊。你的意思是让我过去见我爸啊？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爸过来见我呢？哼，让你爸爸过来见你，我就知道很难做呀。哦，还可以这样啊。嗯，那之前那几个人我都让他们，哦，你就是魔鬼吧。那现在新的问题产生了，你的父亲现在只是一个意识。什么意思？他需要一个载体。载体？来，让我来帮你想想看，是让他附身在那个电脑上，嗯，还是附身在那个灯泡上？啊，哎，要不附身在对面那栋大楼上好了。你爸爸太大了吧？我爸爸也太大了吧？那你要怎样？他就不能简简单单的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吗？附在一个，哦，还可以这样啊。那之前那几个人我都啊，你绝对是魔鬼啊！你爸爸来了、啊，嗯。嗯，凌峰，你没事吧？老少爷们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输了可都别走，看我清一色自摸我牌呢。老张，儿子，爸，儿子，爸，臭小子，爸，你干啥？你才30来岁啊，你怎么就到我这儿来了？不是我到你这儿来了，是你来我这儿了。我来你这儿了。老张，我是天使，是因为您儿子许了愿望，所以你才能重返人间呢。谢谢天使哥。还有啊，你的，我好想我奶奶啊，她要是在这儿就好了的许愿订单即将超时。我订单要超时了，不好意思，回头见啊。天使哥，你慢走。爸，儿子，爸，儿子，哎，那个新郎官啊，我还是有点正事的。司仪，快看，我爸、啊，他不一直是你爸吗？嗯，你也是他爸，父子局我知道，大家都是好爹们儿。是这样，咱得说正事啊。他真的是我爸，你俩是我爸。这都啥时候了啊？你们还在这玩儿？你作为新郎官，你咋一点不着急呢？人还没到齐呢，没人管酒席了，要不你换司仪呢？可是你是最专业的呀。我再去忙碌一下。 Selina double check 一下我的 case。 小子，我没听错吧？他说你是新郎官。对，爸，我要结婚了。太好了。嘿，那爸，这不是就能参加你的婚礼了吗？我许的就是这个愿呀、啊！愣着干嘛呀？开始吧！别着急，别着急，来，坐会儿。怎么呢？今儿呀是彩排，哦，明天才是正日子呢。哎呀，那爸得好好捯饬一下。儿子，不对劲，
我这腰不酸了，腿不疼了，好久不见左凌峰啊。哈喽凌峰。哎不，我是凌峰啊。嗨，附在这小子身上了。爸，欢迎回来。哎，孩子啊，有空告诉你哥们儿，妈凌峰痛风啊，我爸没事吧？没事，年轻人代谢快。好了，来抱一下。哎，来，啊不是这样，小时候那样。那不行，你多大了？我这么大岁数了，抱不动。不是凌峰健身，这臭小子他还我，试试来。哎，正事儿，我还是得给你打扰你们了。回来，孩子啊，今天我高兴，干啥呀？给你也来一套。别动！哎，别动！哎，你注意点！哎，行了，干啥呀？不能干点正事儿啊！你们要再这样，我告诉你们啊，这司仪我干不了了。可你真的是最专业的呀！我去催催新娘子。孩子，还没问你呢，这新娘子叫什么呀？管乐。管乐，人怎么样啊？爸，您放心，您儿媳妇呀，特别温柔。啊！烦死了！催催催催催催催！我这礼服到现在都没送到，那边就一直催催催，催什么催呀？为什么催呀？为什么？这就是儿媳妇，她其实儿媳妇。他其实平时也不这样了。我哪样了？好，真好，真性情，叔叔很喜欢呀。有病啊，凌峰！我跟你说，老娘现在气儿不顺，别惹我啊。到哪儿了？爸，你没事吧？没事，凌峰健身。啊！烦死了！催催催！我上个厕所，这司仪就一直在这催，为什么催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定就是管乐的父亲。臭小子，不认识我了？这都说女儿随爸呀，看咱们管乐长得这么漂亮，肯定是随他妈吧。那嘴要不会用你就劝他。凌峰啊，怎么跟叔叔说话呢？是啊，怎么跟叔叔说话呢？叔叔好。哎，那个叔叔坐啊，坐。嗯，叔叔哪年的？啊，63年的。啊，63属兔，我属猪，那你得管我叫哥呀。啊，这屋都这么论吗？啊，那我别管你叫哥了，我直接管你叫爹就完了。那不合适。那有啥不合适？咱俩谁是谁弟弟呀？没玩吗？不不不，来来来，我叫玩。来来来，咱俩谁是谁的爹？咱俩我是你弟弟，咱俩谁爹谁儿子？咱俩你爹我儿子。不会了，不会了。好玩吗？他带我玩的。你跟他玩是吧？你也跟他。我爸。我跟你说了，把这套衣服换下来。哎，月儿啊，爸不想穿那什么新中式，我就想穿潮牌。换下来，干啥呀？换去，烦死了！青姐，再聊两句来。左凌峰，还玩是吧？你也跟他玩？啊，我哎，儿媳妇，你烦死了！啊！哎、媳妇，我。哎爸，别叫爸了，再这么叫下去，婚礼都得叫黄了。这不至于吧？怎么不至于？没看那新娘子都生气了吗？不是管乐，他平时不这样，他就是有点娇。怪我，见着儿媳妇和亲家太激动了，都忘了自己是凌峰了。从现在起，我不是你爸了。那你谁啊？好哥们儿，痛风的凌峰啊。这，我现在就是左凌峰，左凌峰就是我。现在来了，谁都不能打动我。儿子，你看妈这身衣服怎么样？妈。哎，咋了孩子？咋了凌峰啊？哎呦！哎呦！发生啥事了？跟阿姨说说，怎么了凌峰？怎么了？妈，没事儿。
那个啥呀，林峰啊，他就是看着我结婚他开心，是吧，林峰？是。好孩子。阿姨好。哎，哎呦，阿姨，您都到了。豆豆。哎，对了，豆豆，看看你们家凌峰哭了。哎呦，宝宝怎么了？哎，姑娘，可不行动手动脚的啊！阿姨，你千万别误会啊。嗯。你谁呀？啊？男人。哎，豆豆，这谁呀？这是啊，凌峰的女朋友了。哎呀，那咋办呀？哎呀，凌峰啊，还不赶快去哄哄人家，去逗逗豆豆。那谁是豆豆啊？放，愣着干什么呀？追呀！哎，那我去追他。你就别去了，要不然更麻烦呀。这是，那我不去了。唯一啊，严叔叔啊，那个彩排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个。马上，您先坐会儿，您先坐会儿，来，跟我上一厕所，走走走走。多大人了，还上厕所？怎么样，老爷？我这身衣服怎么样？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穿着不好看的衣服。哎，咋了？哎呦，怎么了？这是？我这颈椎，哎，残忍！别玩了，你看弄一地，行了行了，收起来收起来。装起来了。哎呀，行行行，别玩了，别玩了。爸，嗯，我没来得及跟您说，现在说也来得及。我妈她算了，别说了，我不想听了。爸，您生气了吧？没有，可以理解。只要他对你们娘俩好就行，不要故作坚强了。你看出来了。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儿，你可别插手。你们干嘛？不是，严叔叔，凌峰啊。哎，小丽花。行了，别玩了，我行了。严叔叔，哎，我忘了，在哪儿高就啊？中科院嘛，好单位呀。那现在也该退休了吧？我们院士呢是70岁退休。哎呦，哦，啊，那贵庚啊？今年69年的嘛。哎呀，咋的了？这孩子这。69年小屁孩，他得管我叫哥。对，爸，你赢了，才多少占个岁数？那是，要不我走得早呢。好了。哎，你说，啊，他对你们娘俩怎么样？就那样啊。好好说，凑合。说实话，特别好。哎，那个，哎，新郎官，快看谁来了？嗯。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妈，真漂亮。是漂亮的，好看吗？好看。是这样啊，我看这人都齐了，要不咱们开始彩排呢？好，开始，开始啊，开始。我宣布，咱们的婚礼彩排正式。天使哥，你咋了？着急忙慌的。来，我扶你。哎，不，不想欠你的人情啊。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就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要跟二位同步一下。您说。就是老张留在这儿的时间啊，只剩不到10分钟了。嗯，拜拜。你给我回来！什么意思？附身是有时间限制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刚才没有说过。我应该已经……对不起，我忘了。孩子，不到10分钟，那爸看不上你的婚礼了呀？这是，这参加婚礼10分钟也应该够了吧？你上一边去。参加婚礼10分钟应该够了吧？你上一边去。我上一边去。爸，啊，把凌峰的电话给我。啊，这，哎，这个是吗？对。来，把这个红包拿着。我拿红包干嘛呀？一切看我的眼色行事。时间不太够吧？滚！
哎，对呀，开始吧。那个，家人们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今天已经 delay 了这么长时间了，明天呢还得早起，对吧？我提议咱们一会儿加速，好不好？好，好，好吧，来啊，咱们各就各位啊，婚礼彩排正式开始啊！来，等我了，给会儿音乐起，来说词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欢迎来到一对新人的婚礼。快点！他们的爱情走过四季，走过春意盎然，走过夏日的烈日炎炎，再快一点，走过秋天的累累硕果，走过冬天的白雪皑皑、哎哎。他们继续，他们互相陪伴，他们互相陪伴，他们互相你咱们都在一块，叫咱跨过这一块的那个，你要不需要的话，对，直接请新娘。看呐，我们的新娘在她父亲的带领下，正朝我们款款走来。媳妇儿，咱们这一趴可不可以快一点啊？太好了，我一对事儿呢。来，我们继续。下一个环节就是卖火盆儿。来，跳过。他们迈过了火盆儿，开始跨马鞍。来，跳过。跨过了马鞍，牵绣球。来，跳过。好球啊！他们接下来拜天地还。拜不了哥，儿子，这次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啊，对，拜天地肯定是要拜的。好，来，我们拜天地啊！好，这一对新人开始拜天地。等一下，我突然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电话，你们稍微等我一下下啊！着急是不着急？干嘛去了？对，等会儿啊，再等会儿，别着急。嗯，哎，啊，哎呦。哎，不好意思啊，好，我现在下去啊，哎，那个我去挪个车啊，哎，来，我们继续，那个继续不了了，为什么？那个严叔叔刚才挪车去了，出去了。哎呀，这么不巧啊，那要不就让凌峰带一下了吧？啊？对，就我同意，就是彩排，对吧？彩排嘛，带一下位置，带一下，那就抓紧时间。带一下，对，带一下，这孩子继续，来，音乐起，一对新人开始拜天地，一拜天地，甜甜蜜蜜，二拜高堂，龙凤呈祥，夫妻对拜，恩恩爱爱，我宣布，这也没车呀，李成了。哎呀，那个严叔叔刚才您上厕所去了，让凌峰带您一下子啊，带您一下子。哎呀，行啊，来，孩子我来吧。哎，您来。嗯，慢一点。哎，嗯，来，我们继续。咱继续，下一个环节就是敬茶改口环节。那这个敬茶改，哎呀，肚子不舒服呀，对不起。没事吧，儿子？来了，吃啥了？等会儿啊。哎。啊，我下去了，刚才没有。哎，好，我下去啊。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还得下去一趟啊。老杨，那你多少辆车呀？到底？来，继续。啊，不是那个严叔又挪车去了。哎呀，那这个……那我建议那个什么，凌峰你带一下吧。好吧。你有经验，我来。你老当爹，来。下面开始进入敬茶改口环节，两位新人请敬茶。爸，请喝茶。哎，没带红包呢，别去假装一下就行，明天正式给，明天给大。明天正式的。好的，改完口敬了茶，未来的生活要啥就来啥。两位新人继续敬茶。爸妈，请喝茶。哎，这家我这紧赶慢赶的。他把茶干没了呢，改口敬茶叫爸妈，未来的生活顶呱呱。好，都假的，红包也是。严叔叔又让凌峰带了一下您哈，没事。那个红包啊，是吧？明天再给。行，今天没准备啊。哎，拿着。真的红包？不是，那个左凌峰，点我呢。不是，老严，这事儿你怎么看啊？我不知道啊，我也没喝着茶呀，我也。那个，严叔叔，明天
明天都是您啊，都是您啊，让林峰带一下子啊。队长，来吧，孩子，我来吧。您来，您来，您来。对不起啊，严叔。没事，没事。来，继续。下面一个环节是感激父母恩，父母发言。哎。真吃坏肚子了，肯定是发炎了。嗯，你是不是又得出去挪车呀？挪不挪车我不知道，我手机关机了。就回来了，继续。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张维先生的父亲杨佩伦先生上台发言。我大概明天就是这个位置吧。啊、明天你就站到这个位置，然后行，然后我就尊敬的，巴拉巴拉的，对对对，可以，行，那就行了。对对对，你今天就演练一下，要不然你明天紧张。妈呀，我还能紧张啊？哎呀，你干啥？你干啥吧？赶紧。行行行，我来。哎呀，完事，快点吧。你虽然呢我呀是唯一的继父啊但是啊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唯一当作我的亲生父亲就这个不对啊老爷你俩谁是谁的爹你准备你根本没准备这样这样我提议啊咱们这个发言让凌峰带一下好啊好吧哎对这不合适不合适严叔叔让你来你就来嘛哎凌峰这样你就发言你正好启发启发我对给你叔叔打个样对假如你是我爸你会跟我说啥呀假如我是你爸我不能我想听那唯一啊我就简单问你几个问题你现在觉得自己快乐吗嗯算得上幸福吧身体还健康吗嗯那还有什么遗憾吗没有了那我也就没有遗憾了所以唯一彩排快开始了吧都快结束了结束了对呀、啊、豆豆呢生气了呗谁惹他生气了你呗我惹他生气了回头我跟你解释吧赶紧追去吧那去吧豆豆这孩子这子爷呢哎那这样这个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好吧明天一早还得接亲呢大家休息对对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好这样老严呢哎打两圈行啊不许打太晚你俩走了谢谢谢谢咱俩回去小婉呢张婉来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啊不聊月月了好快回去吧快走了行吗专业那个媳妇儿我不想欺骗你但有的时候他有的一些事情就是很难跟你解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你看到你爸爸了你怎么知道的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也看到我妈妈了
再一次，他们一定看得到的。好了，一半。来，我们给再见老张投票，三、二、一。我还纳闷呢，为啥旁边给我放包纸？整得太凶了，干什么呀，朋友们？真的是，哎呀，太好了，圆满，圆满。来，有请演员。鞠个躬吧，谢谢大家。哎，哎，某某某，唯一来说说这个作品吗？那个，刘同说吧。是这样的，这个作品的原点其实来源于，我们其实从第一赛段我们就计划着有一些东西想做，比如林峰他说他想做一个爱情题材的，我们做了军事联盟。我说我想做一个关于摇滚乐的，然后我们做了复活军团。唯一一直说他想做一个关于父子亲情的，然后我们从第一赛段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第一赛段过去了，第二赛段过去了，第三赛段过去了，第四赛段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到了第五轮总决赛创牌的时候，我们想把这个再重新拿回来。然后很幸运的，这个作品就这样出现了。这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夙愿，因为本来老张就是希望能看到唯一。结婚，所以我们也算是完成了唯一和老张的一个愿望。这个作品我刚才看的时候，但是第一遍看嘛，所以那个他那个此起彼伏和每一个角色之间掰得开又合到一块儿去的那个感觉，就有茶馆第一幕的那个感觉，就是每一个角色都很鲜明，但是每一句话又都在缝上。排了多长时间这个作品？因为打总决赛都特别忙，然后我们很少能凑齐，就是决赛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全员才正式第一遍连啊，就是排其实没排多长时间。我的天，很完整了，我觉得无论从色彩性结构想要立意，其实这里边有挺大的那个评审的价值，但是就那么自然的流淌出来了，太好了。而且包括每一个角色在上面都恰如其分。我觉得这个就是喜剧的魅力和喜剧的伟大哈。你如果前面没有那样子开怀的去笑，你到后面那个情感也不可能那样子，就是说汹涌的这个出来。真不愧是最后的一个作品，这个简直是太完美了，这个毕业大戏太厉害了。最后这个我看那个编剧也是你们三个是吧？真的好，编的也很好。这个我看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回去得再看个六七遍。因为其实他们细节特别多，因为你焦点放到谁身上都觉得哦原来这儿也这么精彩，然后再反应过哦原来那儿也那么精彩，看一遍是看不尽兴的。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唯一说说吧。想说的都在作品里边了，不说了，谢谢。从管乐开始，每个人都说说呗。你先说吧。就是觉得他们真的很好，就是真的，某某某就是我们心里的 number one， 就是这样。
我其实就其实我们从遇人不熟到现在，我们其实合作两次了，他们是真的完全信任我们，然后我们也信任他们，真的。刚才在演的时候，我跟那个徐峥说了一下，我说那个佩伦真的是厉害，真的演得好，就是在每一个角色里都恰如其分，啊，装傻的装傻，然后冲愣的冲愣，对，然后该老成的老成，动作不多不少，这个是真难得。我有意见啊，闫佩伦，就是你这个角色到底人物小传是69年的还是69岁？69年的。69年的有这么老吗？高对中科院的，你这啊，怎么显得就老成？你们做点调查研究，就是没必要，你知道吗？就是打击面太大。马东老师，你哪年的？啊？你哪年的？68。你这头发打薄了还是？没打，我打白了。哎，我们其实想过彩排的时候就试这个妆，就大家也觉得这稍微有点老了。但是后来想过，如果我们要是按照正常现实里面的，就是69年的那样，就在台上太年轻，压不住。嗯，那我也不爱听。啊，那我就说这么多啊，我就说这么多。豆豆。我就是觉得某某某三位老师就是好，咋这么好呢？就是好。然后就是这次是我第一次和他们合作，然后就感受到了他们的专业认真，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颜值、创作能力、表演能力三合一，合体全能演员，好。接不住。旭东啊。那个特别特别开心，然后那个哥哥们来邀请说一块儿来参加一个毕业大戏，然后之前一直没有合作过的兄弟姐妹们在这一场戏里边都合作过来了，圆满了，特别开心。旭东，你是不是真的干过呀？没有，没有。你没干过司仪吗？ 我从来没干过婚礼司仪。真没干过？你真没干过？我真没干过。我推荐你去干干。你真的是最专业的。旭东，咱们定好了，蛋总下次结婚的时候就你了。王老师，我准来。专业。你那你也可以写一个那个邀请，一定给你一个活儿发。这给了个活儿了。现在承诺，我郑重承诺，这辈子再结婚，请马旭东主持婚礼。哎呦我的天哪，太棒了。等等，哎，顾唐。哎，大家好，我顾唐。我是扮演了一个63年的人，然后很荣幸，真特别特别的荣幸，能站在这个舞台上面跟某某某三位哥哥一起来做一个这样的作品。某某三位哥哥也很信任我们，就是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台上去说一些自己想说的，然后玩一些自己想玩的东西。这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尺寸和那个腻乎的那劲儿在什么地方好，就是他问左凌峰说，你凌峰，你这是点我呢吗？对，然后包不留在自己身上转过来，那老严你怎么看？老严说，那我也没喝着茶，就那个瞬间，那三句话，那个小包袱，那个腻乎的那个劲儿，就确实是。而且我原来一直以为顾腾是有自己的那个风格，他在这个里面是有人物塑造的，哇，居然被看见了人物，这个，对，非常好。你也太有人物了，你没有人物啊。这个作品我猜测啊，我虽然我认为这个作品演完那个票数其实不是很重要，我猜测即使比票数应该也是最高票。这个作品得这一届一年一度的冠军简直是太完美了，就是所有人的冠军，就是整个所有一年一度的喜剧大赛第二届的所有人的冠军，太厉害了。导演怎么说？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出色，真的。来的路上我在聊天，我说我特别，其实不太喜欢那种笑中带泪的。
但是我还是没忍住，我觉得还是觉得好，真的好。陈导怎么看呢？哦，看不够，还想再看一点。他如果是一个情景剧的第一集，我就开始追了。而且我老感觉某某某他们就在创作上面有一种野心，就是他们想把他们每一个作品都弄得特别完整，其实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格局能够完整起来，情感能够完整起来的那种东西。说我提这个的是我真觉得能弄一个话剧，就是巡演，这个完全可以做一个电影，做一个舞台剧，然后再改编成电影啊，电影改编成舞台剧都可以。哎，不如今天就把这事儿定了吧。啊，那我就博哥你怎么着，我就全台演员好不好？全台演员，然后咱们争取有一个合作的机会，我把这个机会这个台在舞台剧是吧，我觉得有可能是电影，有可能是舞台剧，我觉得拿错了，这是我的。你看上面写的字是我的。好，还真是。对，我想请吧全组的演员，你们俩就一起吧，对吧？就是你俩就一起了是吧。我觉得到时候于老师啊演严佩伦那个角色就挺好的。我看上他，看上他那个角色了，是吧？严佩伦因为有能力可以塑造好下一个更好的。来啊，对，博哥先把这个送了吧，你得上去送。对，因为以前是当演员的时候老觉得自己缺一个机会，但其实我觉得任何戏都会缺一些好的创作者，缺一些好的演员，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机会。那我就，我黄渤在这郑重承诺，这辈子给再见老张全体演员一个活。谢谢博哥，棒棒，太棒了！请坐，请坐。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最后一个作品，我们来看分数。再见，老张，观众分数是。谢谢。唯一，我想跟你说，您说，这就是最好的安排和最好的结果。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某某某，谢谢各位助演老师，谢谢你们，再见。好开心，我是开心，我真的是开心。我真的是开心，太高兴了，我天，比我们自己都高兴，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太激动了。对，怎么了？好棒！怎么了？我想说，这个是我们总决赛的最后一个作品，但是一定不是我们在前最后一个作品。对，就是因为喜剧使人相聚，我们未来会在更多的地方。对，有更多的相聚，有更多的故事，还有更多的凝聚力在更多的作品当中呈现。嗯，我们顶峰见。顶峰见。确定你没干过？我干没有，我真没有。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届。